连眼皮都不眨一下，我该夸奖你的勇敢吗？挺坚强啊，你一直在警醒自己，这一切都是幻觉，是假的，对吗？没错，这把枪是假的，这个女人是假的，但你很清楚，我说的话不是假的。你知道自己从没受过信任。广场黑环爆发前，你是任人使唤的工具人。广场黑环爆发后，你是兔死狗烹的替罪羊。没有人支援你，保护你，告诉你情报，没有人信任你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是个异类。没有人能确认你的立场，没有人会为一个异类打包票。你跟黑环有什么关系？为什么能破解它？你跟遗产还有背后的势力有什么关系？枷锁是什么？你又是什么？是人类？是禁闭者？还是怪物？你究竟在为谁战斗？谁又能保证你的忠诚？您为什么不回答？不屑对我们袒露心声，还是说连您自己也不知道答案？您是局长，可局长又是什么？在您之前，局长是什么样？在您死后，是否又有别的新局长？像不像一个消耗品？既然如此，为什么还要回去呢？外面没有记忆，没有过去，没有可以信赖的对象，也看不到未来。留下吧，留下吧，留下吧。你很强大吗？那为什么不救我？